不给你刷牙？你牙齿都黄了。Oh no！爸爸帮你扶一下。这孩子，这小妹你怎么这么犟呢？爸爸帮你刷一下好吧，你也不会刷。爸爸教你一下。算了。左刷刷，右刷刷，牙刷动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彤彤现在晒黑了，黑不溜秋的。你说你没太阳怎么就会变黑呢？是那个风吹的，可能是。他冬天比夏天更容易黑，他从他的鞋柜里面翻出一双皮鞋，然后他要把这个皮鞋穿上。你说他这么小就知道自己要换鞋子要穿搭，这长大了怎么得了呢？这是要干嘛？他要穿这个。这个好冷，这个再过春天了就给你穿，好不好？太美的小姑娘了，嗯，可以了。你看你挖出来这么厚，看一下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嗯，好不好看？哎呦，真好看，配这个。啊，跳舞。比这个鞋子是好看一些的啊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要回汨罗老家。小龙哥的老家是在宁夏，我的老家是在汨罗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妈是在汨罗接春客，就是接我舅舅他们在一起吃饭。然后我们昨天是从小龙哥的老家到了岳阳，现在呢要从岳阳出发去汨罗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还要去菜市场买一点那个菜带过去。干嘛？好好一点。哦，今天是初八啊，哦，买菜的人还是挺多的。刚刚买了一点鸡腿还有鸡尾虾，现在呢再到这个市场里面再来逛一下，买点藜蒿回去。现在藜蒿价格比较贵啊，这个是23块钱一斤。妈今天是在二舅舅家搞饭。我爸爸那个老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住了，就基本上里面都乱七八糟的，就在我舅舅家这边搞饭。哎呦出去，没有吃的，小兔子等等，要给东西给他们吃，别让他们跑出去了啊。哎呦，胆子真大。我们吃完饭，小楼哥开始忙活起来了。现在要帮爸爸妈妈处理这个鸡，以前他在自己家里基本上都不干的，在丈母娘面前要积极表现。这个是乡里的土鸡，等一下就直接炖汤喝。这个是二舅舅家的厨房，今天的话我们就是在这里搞饭。小龙哥今天是主厨，我不是主厨的，打下手的是吧？这后面是我舅舅家的菜园，下雪的话这些青菜都被冻坏了。这个是牛皮，我妈说今天负责带彤彤，把厨房交给小龙哥和爸爸。在做他的拿手菜啊，等一下就可以尝到了。烤鸡翅和鸡腿，来，放点胡椒，放点一点给他。没有吧？有了。今天注定吃不好饭啊，因为彤彤很乱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高压锅，他在这里当厨师呢，也当厨师在这里咬啊咬。要多吃一点啊，今天辛苦了。有辛苦什么？今天那个牛肉炒的非常好吃，好吃就行。全部吃光了已经。今天是两桌，这边一桌，还有那边一桌。现在天空又飘起了那个小雪。
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今天的话呢，就是用我们这边的话来说，就是接春客，就是我们在过年的这个期间呢，就是亲戚之间啊会互相走动，就是今天你到我们吃，然后明天我到到他们家吃，就是这样子来回走动。因为一年之间的话，平常相聚的时间很少，就过年这个期间呢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相互这样去走动去吃饭。我妈的话，他们现在已经搬去养住了嘛，老房子就基本上空在这里了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就还是赶回岳阳去。再一个就是下雪嘛，担心明天那个路况不好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也说了嘛，就是我舅舅他们这两家都会明年都会拆迁，就是明年再来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可能就会一切都会变样，所以今年的话就赶紧聚一下，明年就这里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了，没有这么宽敞的位置了，两栋房子。